哎呀，谢谢啊，还好你够宽。月月，我帮你。哎，月月，这次的希望工程就把小海去吧。不行，小海是除了我就了解这个工程的人，你也知道我，我相信小海一定会愿意为公司的利益付出的。好吧。是小海能够运营蛋仔。真是孩子一出，小海必输。月月，我知道一个风景很不错的地方，我带你去散心吧。好，小海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 小海，工科让你现在去把那片空地的面积量出来。我也去。小海，我帮你量吧。林总，你是原始人吗？这得量到猴年马月啊。小海，我手机上下了个测母仪，我们去那边量。哎，小海，你没事吧？ 陈总，公司有急事需要您回去主持大局。我们快回吧，我相信小海和江辰可以看好这里的。好，让小海，我们要月月。什么？哎，陈总派的这个小海是真不行，不但身体不如月月，关系也不如月月和陈总亲近，而且听说月月怀孕。如果他能留下的话，那这个项目在陈总那儿可就是第一重要的。小海，快去帮帮我们陈总夫人，她是能干，陈总就让月月留下来了。确实是我能力不够，我不想因为我拖公司后腿。我相信月月身为陈总夫人，一定会愿意为公司利益付出的吧。子辰，陈总夫人虽然怀孕了，但我想你们一定也不会让夫人累着的吧。 我们一定要陈总夫人宾至如归。听说陈总也是觉得这里选址不错才来应聘的。陈总也是觉得这里选址不错才来应聘的。听说陈总也是觉得这里选址不错才来应聘的。月月来散心，他留下岂不是一举两得？月月，你先留下，我办完事回来找你。我们走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别走。